耳力八音力都好的歌曲，嗯，对，好像没有听过女生唱哦，对的，对哈，所以还可能你们听起来会有点不大一样，而且为什么都是李白啊？你莫文蔚有一首歌叫《如果我是李白》哦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没有？如果我是杜甫，或者我如果我是李冰，或者我如果我是那个陶渊明，陶渊一定要李白就对了，一定要李白啊，李白比较有名啊，真的哈、哦。对啦，如果我是屈原，如果我可能端午节，端午节的时候。好像不是饿死的，是这样吗？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先带来这首李白，对，李伯，李伯，破音是李伯。